你说寄件那个手机1500，我干活都没有吗？你干了啥活？我从开头我娘就一起干，头回你补到大凯那里，也是你补错。大凯那里我补了啥？车子。大凯车子别人自己挣的钱。我别个，买丑了的话买不了钱，还不行。那你要交咋子？好，那个手机又是哪么来的嘛？手机给我出的钱咋子？你从哪里来钱？我自己辛辛苦苦直播开拍视频挣的钱。那还要下个月生效的？你要想表达啥子？你说。好，20块钱就20块钱，说拜拜不？拜拜肯定要说，就是刚刚那个大凯呀，啥子张飘飘啊、王继健啊那些，管你缺无事啊？啊，早说了吧。以后不要找到我闹那些，我自己找的钱，我想给哪个买我就给哪个买。你把找的都唔值多钱，得了。我就是不给你买，他们手机烂了我又买，咋子啊？补得太高了，不少点儿，那个就没意见。你那回找都没找我商量，直接凹断。你自己找了好多钱，老子勾起被囧起被被住，你晓不晓得？你囧起被被住了啥子？我现在耍啥子都没做。你哪天不是在耍？我哪次拍了视频没有收手机不拆机？好，这回那么越来越少，我说越来越少是因为我找的少了噻。好，你跟他少，不要整了，整起都没意思的。我两个，我还要跟你商量，我要花过自己的钱，我要跟你商量。你是捆长大大的大，有啥子好跟你商量的？那长大大捆起，喊我去找教官连找两个。你要捆哪个交过来都行嘛？说清楚，我自己花过自己的钱，我为啥子要跟你商量？跟你商量啥子？你拿不拿钱出来？我不拿钱噻，那个问题是，我两个从开头到这哈儿啦，你又找到好多钱了，你又找的少了，我又给的少，别个给的高。哪个给的少高嘛？你自己，你一天抢了这一哈又抢了整我，一哈又是韩三儿，一哈又是邱二宝来黑我，我还要得不得拿高的给你嘛？啊！小龙来的，你也去补，随你管儿。那里，那个龙，那个一匹龙，四大混龙是你干的，又补个手机。这里，王，姓王了，他叫王继健，抖音号拿的1500。啊，是。那个是他要用好多手机。啥子1500？你在哪里听到1500？咋就比我手机来大些？是要比你手机好噻。啊，你说了。你自己脑壳有问题，要花1000多块。凭啥子要装死他噻？我就是想装死他，我有钱。好，咋子啊？紧到拍久了，我要加钱了。拍，少耍两句，找人加钱了。加拜拜二十，这样讲。拜拜。好。